人生苦短，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我想早点跟你在一起，你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儿没有你们。我叫张怀金，你没事就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你这可欠你个人情。没事，跟上次两清了。那不行啊，你看我没有什么我能做的，告诉我，我去。去体验，已经体验过了人生。潘老师，现在能回答你了。我虽然没考大学，但是我当兵了，明年我就准备出去，之后就会定居成都。